大家好啊，今天可以在陽光底下，因為放假，在陽光底下跟大家介紹一個新的產品。大家記不記得在陽光底下我的膚色都漂亮一點？如果在廳那裡拍片或者做 live， 那個黃色的燈就會在上面打下來，就會拍到這些位置很殘很殘的，雖然現在都不是好，現在是什麼都沒有殘的了。好，冇講咁多嘢啦。咁咧近排咧疫症嚴重啦，我希望大家都冇事啦。咁有足夠嘅物資啦。咁其實都係嗰句啦，夠用就好啦，唔好見嘢就搶，留翻啲俾有需要嘅人，即係自己夠用就好啦。即係你 stock 急其實冇意義噶。我俾你擺卅條廁紙喺屋企，咁可以點咧咁？咁唔好講嗰啲唔開心嘅嘢啦。咁疫症之下咧，大家咧除咗戴口罩啦，面皮膚會出現有啲人出現咗敏感之外咧，咁我晚晚都好努力咁敷 mask， 就算即係早排十二度啦，我都會敷 CS12， 即係佢有薄荷嘅，係凍到黐筋嘅。今日想講呢個係咩嘢咧？今日咧係想講下呢、這個。日本製的，真的日本製的。近排大家應該都不會陌生的，如果有留意，這個是日本製的手膜。其實呢，以前呢我都會自製手膜的，譬如做了一日家務，整隻手鞋鞋鞋鞋鞋鞋鞋，我都會搽一些好潤好潤好潤的 hand cream， 再即是用一些搽面的好潤，平時我用不到上面的東西，這些時候搽身搽手就對了，就用那些好潤的精華來打底，再搽 hand cream， 就再用嗰啲膠手套咧，即係一次性棄置嗰啲，而家好多人戴嘅，咁就噏住佢噏一輪咧，咁就擦咗佢。不過我會洗嘅，因為通常咧我都好大量地擦嘅，咁唔洗係唔得嘅，你摸落去樣樣嘢都會話散散，好恐怖嘅。咁好啦，我哋其實用這個呢個咧。有啲困難㗎，因為咧佢咧嗱呢包咧，其實我開咗㗎啦。睇下咧，佢有個拉鍊，呢個其實係一個密實袋嚟嘅。啲密實袋裡面咧就裝住咗幾多對啊？唔記得咗三十六隻，即係18對嘅濕滴滴嘅 hand mask。咁用完係手嘅形狀嚟嘅。咁咧戴咗呢個 hand mask 之後咧，你就要再用呢個咧，好似燒嘢食嗰啲手套咁啦。嗱，佢就好方便嘅，好似開紙巾咁咧，有個虛線嗰啲劈咁樣咧，就唔使你次次攞得咁辛苦。跟住咧就要再黐翻埋嗰個手嘅封口，佢有咁多對貼紙俾翻你嘅。咁好啦，我而家先去試咗一隻先。好啦，我頭先咧已經自己包咗左手，已經5分鐘啦。係啦，咁講翻啦，詳細佢裡面有啲乜嘢我就唔記得噶啦，我會 post 喺個 post 度講嘅。咁但係就係記得佢有膠原蛋白、玻尿酸同埋胎盤精華素。係啦，咁其實咧佢嗰個點解我要分開兩隻手做咧？咁咧因為上次咧我係兩隻手一齊做啦，咁佢就話係做，佢就係話做5分鐘嘅。咁但係我做完5分鐘之後咧，就覺得其實冇乜分別，而且個包包裡面仲有好多精華喎。咁於是，我今次咧就係想試下咧，我一隻手做咗5分鐘先，再等埋呢一隻手做5分鐘，咁就 compare 下。做之前和做之後，即如果敷多5分鐘咧，會唔會啲精華乾曬啊？有知有啲 mask 佢話敷咁耐就敷咁耐，唔可以敷耐啲嘅嘛？咁啊，事後如果敷多5分鐘會點咧？以身犯險啊！咁咧邊隻手指公呢度咁樣落，係啦，咁我就諗住試一隻10分鐘，一隻5分鐘，睇下佢哋咧。嗰、那個分別大唔大啦？可能咧敷10分鐘嗰個咧，因為太生心啦，會爛手都唔奇，不過應該唔會嘅。咁我上次，我包咗，start 咗 timer 先。咁我就包咗啦。咁咧仲有一個貼貼咧，佢嘅作用咧係要嚟
好難啊，其實一個人做，佢嘅作用咧係要嚟咧封實呢度咧，唔好俾佢漏氣咯。咁但係你一個人咧單手咧，尤其是另外一隻手已經包住咧，嘿，都叫成功啦，好好殘眼啊！誒咁樣，係啊，都叫成功啦。咁啊，包住五分鐘啦。咁咧，其實咧，佢頭先俾大家睇過啦。佢呢個咧，hand mask 咧就唔係獨立包裝嘅。咁所以咧，你哋大家攞嘅時候咧，就要好小心啦，唔好污染到其他即係下面嗰張啦。咁同埋用之後一定要好小心拉翻密嗰個拉鏈袋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受咗污染啦，啲獎咧包包裡面咧嗰包嘢咧發臭咗咧，就唔係幾好啦。咁咧同埋佢就話，因為佢咁樣唔係採取獨立包裝啦，變咗你開咗佢之後咧，你60日之內咧就一定要用曬佢啦。咁但係我咧又唔見咧佢嗰個說明上咧有 suggest 話幾耐用一次嘅，咁始終都係要錢嘅嘛。咁我就睇個人需要啦。咁其實如果而家咁嘅情況咧，即係日日捽嗰啲酒精搓手液啊，捽到隻手其實好乾嘅，咁其實 hand cream 都搽多咗嘅。咁呢個情況之下咧，我就會隔日用咯，係啦，隔日用。不過其實咧，以 mask 嚟講咧，佢係仲麻煩過面嗰啲 mask 嘅。咁真係要好俾心機用咯。我上次用完之後咧，覺得點咧？因為咧，上次用咗五分鐘啦，咁拆咗落，第一我覺得係好唔環保噶。五分鐘敷咗五分鐘，你就製造咗四隻手套嘅垃圾咁樣喎。咁我真係覺得有啲唔環保嘅。咁第二用完之後咧，佢就話手嗰啲精華咧多咗啲精華，你就可以係咁捽咗佢 absorb 咗，咁就OK 嘅啦。咁但係因為我上次用咗五分鐘之後咧，嗰啲精華其實仲有好多啊，我就算好努力咁捽，佢係會索咗。不會水狀咁黐喺你嘅手表面，但係佢我覺得啦，就黐粒粒咯。咁個無論如何都係要洗咗佢咯，最後。咁同埋咧，我頭先唔記得介紹翻咧，佢裡面嗰隻手套咧，佢個質地係似咩咧？似有時咧我哋嗰啲 face mask 嗰啲嗰只底托嗰只啊，嗰只紙。不是膠嗰只，係紙嗰陣底托，似紙嗰陣底托嗰個 feel。咁變咗佢其實就你戴落去，你唔會覺得好似平時敷我哋面嗰啲 mask 咁咧濕。係啦，咁你就戴落去就唔似我哋以前嗰啲即唔似我哋普通敷上面嗰啲 mask， 成塊 mask 係濕落落噶嘛。咁佢唔係嘅，佢你個感覺係會好似將嗰隻敷面嘅 mask 個底托敷咗上手咁樣咯。咁精華都係有嘅，因為覺得係咪有啲化學作用定咩咧？嗰個手套我覺得好似漲少少，定還是我隻手喺度吸緊氣咧？咁所以咧就隻手套咧有啲奇怪啊咁樣。好啦，仲有半分鐘就敷完啦喎。這個 mask 呢個 hand mask 其實都抵用嘅。佢我諗下先，36塊即係18對18對，我買就圍起，其實唔使10蚊一對嘅咁啦。咁當然我哋試清楚個效果，有效嘅話20蚊一對又何妨咧？咁但係如果冇效嘅話，其實不如擦 hand cream 啦，我都係覺得即係直接少少啊。咁但係我出於佢，基於佢係真係 made in Japan 日本製嘅，咁我都覺得係信心係有嘅。大家聽唔聽到啊？五分鐘啦，我哋可以擦啦，冇錯。好啦，我哋擦咗呢只已經敷咗10分鐘嗰只 ，hello。我可唔可以唔搣嗰個膠紙咧？你算都係搣啦。咁大家睇下咧，濕立立嘅隻手，見唔見到啊？聽唔聽到啊？睇下，
濕漉漉噶，嗰啲唔係光澤嚟噶，係濕啊。咁好啦，我拆埋呢一邊啊。嗨嗨，嗱呢一隻仲濕啲噶，其實可以睇得到，你睇，仲有啲白色嘅。呢只咧啊都有噶喎，原來。咁好啦，我捽咗啲白色嘢先。嗱，我嘗試等佢吸收下。嗱，聽唔聽到啊？似唔似產簡液嘅聲音啊？好似啊。咁究竟要搽幾耐佢先至可以吸收到咧？我已經唔記得咗上次搽咗幾耐。似唔似勤洗手，每日用酒，每日用簡液洗手。咁啊，勤洗手。係啊，話時話大家都要勤洗手啊，就算。乾都是這樣說，乾淨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追到這麼上下，我又不想洗了它。看一看啊，十分鐘和五分鐘有什麼分別啊？再近一點，好像是十分鐘那邊是好一點，你看看那些手指的教位呢，因為我沒有下鏡，所以大家很明顯是看到 很真實的畫面，那些手指的教位呢是黑的嘛，咁就係睇下。大家如果覺得陽光嘅分別，我左右調轉俾大家睇啦，咁樣。係點啊？係啦。哎呀，我睇唔到啦！如果俾你哋睇就係，我咁樣喺個窿度睇咯，唯有。都係呢只，敷咗十分鐘呢只，係白啲嘅。我都覺得係，咁但係敷咗十分鐘，咁佢話五分鐘啊，敷十分鐘又冇咩不良嘅感覺咧，又冇喎。嗱，大家見到咧，其實我吸曬噶啦，啲精華吸曬係我吸曬，隻手已經吸曬啲精華。咁我嘗試洗一洗，因為佢就係黐落落噶，唔似一般我哋多數敷面嗰啲咧係即係你可以唔洗都得嘅，咁當然我係每一次都會洗嘅。好啦，抹抹先。咁佢敷十分鐘，我仲以為咧會手指頭咧會巢皮添，冇喎又冇嘢喎 ，OK 喎，五分鐘同十分鐘一樣喎。咁我已經洗完手啦。點啊？大家覺得？我都係覺得。敷一十分鐘呢邊係白咗，咁所以咧，無論五分鐘定十分鐘，即如果十分鐘佢白咗嘅話，其實呢個 mask 咧係有效嘅。咁整體嚟講咧，我裁定咧呢個 hand mask 咧係 work 嘅。咁出面咧，大家都知道咧，其實係賣緊好多唔同價錢，其實每一樣嘢都係噶啦。咁咧，我覺得呢個價錢都係有少少麻煩喎。用的時候，以這個價錢來說，我又覺得性價比都高的，起碼自己做了感覺良好先啦，即除了塊面敷 mask， 手都要敷這樣對它好一點啦還有其實你看到人呢，有些人呢塊面呢其實很漂亮的皮膚，好滑就是沒有問題，一看的手呢其實就表露了他的年齡的秘密的，其實我都覺得應該趁後生，雖然我已經遲了，其實就多一點保護對手咯，盡量一下，有時如果要做家務真的不能幸免地，隻手就會，我又不喜歡戴手套做家務的，我覺得feel 唔到咧啊，覺得硬係抹得唔乾淨嘅，咁所以其實我隻手都俾嗰啲清潔液侵蝕得好緊要嘅，咁更加需要你係 hand mask 咯。咁我都頭先講咗啦，之前冇呢 product 之前咧，我係自制 hand mask， 因為真係好唔掂嘅時候咧，你真係要敷一敷佢，對佢好啲。其實自己對身體每一部分咧都要好啲嘅，因為個身體係你自己嘅。咁喺呢個疫情控制之下咧，我就唯有。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啊！即係本來係最後嗰句係女人唔可以懶嘅啦，但係今次係想大家一定要
身體健康啦，希望你哋同身邊嘅所有朋友家人都可以平安，即係有足夠嘅資源，冇病，真係冇病，因為一病就麻煩啦咁樣啦。咁祝大家開心、快樂、健康。